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梦梦姐姐。在听故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跟着可爱的毛毛来敬拜上帝吧。花儿在风中展现美丽的姿彩，鸟儿在树上送出爱，天使也在唱着赞。感恩的心，再来唱一遍吧。收看圣经乐园 Bible Garden， 我是梦梦姐姐，我是毛毛。梦梦姐姐，我想跟你分享昨天发生的事，让我好像学到了教训的感觉哦。好啊，毛毛，你说说看，我认真的听。之前我考试考了100分，昨天妈妈就答应说会买我最喜欢的巧克力给我吃。我一放学就赶快跑回家，很期待可以吃到巧克力。结果我的房间没有。餐桌上也没有，我就很生气，跑去跟妈妈说，妈妈怎么没有说话算话，我今天为了吃巧克力放弃跟同学玩的时间，赶快回家。哎，是哦，妈妈，你听起来真的很生气，会不会是妈妈太忙太忙忘记了呢？不是，妈妈有记得，也有买好巧克力，只是因为天气太热，怕它融化，所以就先放冰箱，等我回来再拿出来给我吃。一听完妈妈说的，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她。我不但误会妈妈，还生气乱说话。后来我看妈妈好像有点难过，因为我没有相信她。对呀，毛毛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在生气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很容易抱怨，甚至你也看不懂妈妈的好意，还跟妈妈产生了误会。所以啊，梦梦姐姐觉得当我们很生气或是很难过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要控制自己的嘴巴，我们要先暂停，先不要说话，也不要抱怨，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，用好的态度来面对问题。哦，是吗？不过听梦梦姐姐这样说，我就想到之前圣经故事里有说过，上帝不喜欢以色列人抱怨。对，今天梦梦姐姐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叫做侦察迦南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，抱怨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好的，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眼睛看过来，耳朵靠过来，梦梦姐姐要讲故事咯。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后，很辛苦地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来到了一个叫做巴兰的旷野。这里距离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非常的靠近哦。哇，终于要到了那个应许之地了吗？好兴奋哦。还没还没，上帝告诉摩西要先组成一支共12人的侦察队，要他们去看看迦南地长什么样子。侦察队组好之后，摩西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从南地上山去看那地如何，里面住的人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
所住的地方是好是坏，是兵营还是坚固的城，还要看看那地图是不是肥美的，有没有树木。你们要勇敢的把那地的果子带一些回来。这十二个探子就听从摩西所说的，出发前往迦南地去了。上帝应许要给的一定是非常棒的地方吧，感觉那里的东西应该都很好吃，不知道这十二个探子会带哪些果子回来呢？对啊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跟毛毛一样好想知道哦。过了40天的时间，那十二个探子回来了。哇，他们手里面就拿着葡萄、石榴、无花果，并且兴奋地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那地真的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，非常的肥美又非常的漂亮。哇，太棒了，那摩西赶快带以色列人去那里吧，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开始过好日子了。但是其中又有一些探子说，哦，那地的居民真的是强悍高大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啊，就好像蚱蜢看见巨人一样。他们的力气超大，而且有很高很坚固的城墙。啊，我们根本打不赢那些人，还是不要去送命了。百姓一听到这些话，就充满担心跟害怕，于是他们就开始又跟摩西、亚伦抱怨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？为什么又来到这个地方？啊，巨人，要打赢又高又壮的巨人，应该很困难吧？可是那里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梦梦姐姐，怎么办？上帝会帮助以色列人吗？当然，毛毛，我们要有信心。上帝可是应许了以色列人这块迦南美地，在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人叫做约书亚和迦勒，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困难，因为他们对上帝可是信心满满的哦。面对那些听到消息之后不断抱怨哭闹的以色列人们，约书亚甚至撕裂衣服悲伤地说，我们暗中去偷看的那里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，就一定会带我们进去那里，把那地赐给我们。可是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，因为我们一定可以得胜。可是其余的十个探子跟以色列的百姓仍然在绝望跟气愤的情绪当中，他们继续抱怨上帝跟摩西为什么要带他们来这里，甚至还想拿石头丢约书亚跟迦勒。约书亚跟迦勒好有信心哦，可是梦梦姐姐，其他的以色列人不相信约书亚跟迦勒说的，反而因为另外十个探子说的话，就开始对上帝没信心，还这样抱怨，上帝会不会很难过，又有点生气啊？会啊，上帝真的会很难过。从在埃及到过红海的时候，甚至在西乃山那里，上帝都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百姓还是不相信上帝是最有能力的，于是上帝的惩罚就要降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了。啊，上帝的惩罚，梦梦姐姐，我很担心以色列人耶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是因为摩西一直在上帝的面前为以色列百姓求情，才让难过生气的上帝没有立刻把所有的百姓杀掉，但上帝还是要处罚那些抱怨又不相信他的百姓，所以上帝就让以色列人中所有20岁以上曾经向上帝抱怨的成年人无法进入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，只有约书亚、迦勒以及妇人和小孩才可以进去迦南美地。哇，没想到抱怨的下场会是这样。其实今天梦梦姐姐分享的故事也好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也好，我都学到了抱怨不是一个好的行为。对啊，我们真的都要来学习约书亚跟迦勒的好榜样，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，用好的态度代替抱怨，也因为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让他们可以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虽然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说出抱怨的话，但我会努力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那些不好的抱怨的言语统统都被消灭，不会从我们的嘴巴里说出来。
没错没错，萌萌姐姐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努力。当我们遇到困难，如果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，就很容易抱怨；有信心的人就会马上祷告，依靠上帝渡过难关。所以啊，当我们跟上帝一起解决了困难，就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哦。小朋友，你们也想要成为有信心的人吗？ Yes， 我想我想要怎么样才可以变成有信心的人呢？毛毛，那我们可以从认识上帝的话语开始，来建立对上帝的信心哦。好的，小朋友，我们读完经句后再一起来动动手，做可爱的手作吧。耶、yeah!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119篇第9节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诗篇119篇第9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手作时间。今天我们要用粘土来做蜜蜂哦，赶快来看看要准备哪些材料吧。开始前，先用湿纸巾擦手，再擦上护手霜。在制作下一个粘土之前，记得先清洁双手，避免粘土的颜色沾染。我们先用黄色的粘土来做蜜蜂的身体，把粘土搓搓搓，搓成椭圆的形状。再来取一些白色的粘土，要来做蜜蜂的翅膀。先把粘土搓圆圆的，然后搓长。我们把粘土均分成一半，把两块粘土都搓成水滴状。接着压一压，让翅膀变得平一点，然后画出翅膀上的纹路。接着来做蜜蜂的两个 bling bling 大眼睛，拿两小块白色粘土搓圆。然后压一压粘土，让它平一点。接着我们来做黑色的眼珠吧，把黑色粘土搓圆，然后压一压，这样眼睛的部分就完成咯。现在我们来做蜜蜂身上黑黑长长的斑纹，先把黑色粘土搓长一点，长度是要可以围绕住整个蜜蜂身体的哟。我们再做一条，一样搓搓搓，把粘土搓长，然后把这两条粘土都压平。先在其中一条涂上白胶，接着把它绕着身体围一圈粘上。另一条也是把白胶涂上，然后绕着身体围一圈粘起来。现在我们来帮蜜蜂加上翅膀，涂上白胶之后，把翅膀粘在身体上面。最后放上它的两颗眼睛就完成咯。耶，今天的手作蜜蜂大功告成。小朋友们可以按着以上的步骤一起动手做做看今天的手作哦。
望小朋友们今天都有美好的收获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。